我想跟同一屋檐下，但是我好久没见过的爸爸和妹妹说，虽然妈妈来了，我见到妈妈了，但是我每次开这个 FaceTime 看到你们，我也觉得同样的开心。觉得很糟糕的东西，可能其实都没什么。我觉得，当你回头看的时候，可能觉得这都是一种成长回吧。顾2020，我想对同一屋檐下的父母说，希望他们都能身体健康，然后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玩儿。我想对同一屋檐下曾经一起奋斗过的108个姐妹说一句。期待我们下一次江湖再见。我想对同一屋檐下的朋友说，多多做家务，少让我做家务，谢谢。明年见。2021，我希望可以回家。首先，我觉得应该让这个疫情就是赶紧结束。然后大家都能再次的非常愉快的工作然后生活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希望自己可以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然后赚大钱。对于2021，我没有任何期待和愿望，怎么着都行。明年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建斌，祝您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天天开心。越来越美，越来越帅。然后珍惜该珍惜的人，做自己想做、热爱做的事。祝你们跟我一样，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平平安安，赚大钱哦！明年见。我现在吃这个小番茄都没有味儿了，对，他太过分了，对不对？我觉得那个就是他人生的写照。他谁都不爱，他就爱他自己。你觉得这个男的有点垃圾了？就你说出来，有点垃圾。朋友们，欢迎来到同一屋檐下。我们这个同一屋檐下呢是。六个在某种意义上算是人生比较有一点点失败的几个年轻人关在一个屋子里，同一屋檐下生活105天，我们几个呢就在这儿观察他们。我感觉我挖到宝了，我感觉我没白来。那肯定知道这些都会被拍下来的吗？我就不方便评价了。我已经很担心他了。出事了，出事了，完了，精彩了！见证是不是渣男的时候到了？见识个职业选手的操作，秀到了，被秀了，秀了我一脸。男朋友都跟人跑了，男朋友喝粥呢，男朋友。你让我觉得你欺骗我的感情，然后我就觉得你这样还说你不喜欢我，去你的！不激不激动，不激动。他们在这里头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就好像是我们高中时候是这样的这种生活，就好像在玩宫斗剧似的那种。我太好奇陈老师的青春期是怎么过的。陈老师这个口风，感觉他大学时候感觉天天都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哎呀，精彩！这个真的很精彩，我自己看的都已经出汗了。接受吗？很腻，但是这就是恋爱了吧？这应该就是了吧？这应该是确认了吧？那个女的她就应该主动一点。就给人做个面什么的，不，他挺主动了，他已经走过去，他没有给人做面呀，他没有给人。坐到这里，我俩一起打游戏了，都贴在一起了。他要去做面，他已经贴到这儿来了。什么？哎呀，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我觉得他就是喜欢那个女的，想追求那个女的，但是我觉得那个女的不会喜欢他的。我觉得他给他做沙拉，包括送他去上班，都只是为了道歉。不是道歉，但我觉得不是道歉。但他会不会因为对这个女生有愧疚，他就喜欢上这个女生？就是让他闭嘴说，哇哦！是闭嘴了，但是我的心突然打开了。女人不坏，男人不爱；女人不凶，男人不心动。他可能会注意他了。哪个细节？从那一天，从他不让他带狗，然后那句我就说两句，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不要说了，从那儿爱上了他。
我绝对不会去相亲，我太不理解他了，他为什么不喜欢相亲，我不懂，相亲也太尴尬了吧，一点都不来电的，我还得坐在那儿跟他吃两个小时饭呢。相亲要是失败了，你只浪费两个小时，谈恋爱失败了，你要浪费两个。但是你要知道，你是谈恋爱不是买保险啊。相亲挺好的，我觉得不要对相亲有偏见。男生是爱一朵花就看看而已，但是男人是那种我如果爱你，我就跳栏过去要争取你了。所以你喜欢男人还是男生？当然是男人了。你这个观察很敏锐，你俩现在能对视十秒，这有什么难的呢？好简单啊，要多近？我觉得这么近。那也太近了，那也。你看，这有什么难的？你觉得这么近？你觉得这么近？你是不是演员？你是不是我们学校的？来，一二三。你们俩不要搞笑了，算了，深情望我，多好玩，自重，那个还不够明显。好，那爱看完了是吗？没了。完了。我们要么今天在这儿把明天的全部。明天我们还能知道。明天可以看。嗯，第一次知道有工作还挺开心。我们也很难受，我们也就看到这儿。哎，给我们剧透一下吧。给我们剧透一下不行吗，导演？我们过两天把陈老师送去。